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， 今日嚟教大家点将嗰个适用于 Final Cut Pro 嘅字幕模板啦，添加入 Final Cut Pro 入边。嗱，而家我哋喺呢个网站度下载佢。咁下载完之后咧，就会睇到呢几个file 啦。嗰个 file 夹入边有几个 file， 系啦，就系呢几个啦。然之后咧，我哋将成个 file 夹咧拖去桌面嗰度。然之后咧，打开 Finder， 然后咧就按前往，然后入去个人专属。喺个人专属入边咧，打开影片。又找到 Motion Template， 打开它，然后找到 Titles， 即是这个地方是放字幕文件的，也都是可以叫做标题啦。然后我们将那个文件拖回进去，然后呢它这个呢出面就要建一个资料夹啦，即是它的类别，我们新增一个资料夹就叫做 Vlog， 然后将它拖入去，然后我们开 Final Cut Pro。 然后呢我们新增一个项目啦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字幕里找到刚刚的 Vlog 那个类别，又拖回个字幕下来就可以用的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片结束啦，影片结束啦。如果想看更加多的话，如果想看更加多的话，按这里订阅啦，拜拜。